照相，速限60公里。郭先生吗？怎么了吗？不好意思，那个车位要停的。对对对，车位也要停，你是要停这个位置？对啊。车位也要停，不好意思。你现在人肉站车位吗？他车在那边了，车等下就开过来了。不是现在这什么时候？你怎么还在人肉站车位啊？你要停啊？好好好，等一下。你知道是不能人肉站车位的吗？没有，我人在这边呢。他等一下就是停过来。但是车有在这边吗？啊？车现在不在这吧？等一下哈、哦。